没有出路了。我想我的末日到了。老爸，看看，那不是。老爸，我的蠢儿子，你是来救我了。该死！老头，尽管这是最后一件该做的事，接受斥责吧。嗯，好像用力过头了。父亲最终还是活着，一切都符合他性格那样的荒谬故事。在他绝望地掉入悬崖后，有一群企鹅经过，老头被把他当老大，而他把他们当部下使唤的企鹅所救。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回到英国，老姐看到平安回家的老爸后，流下了欣慰的眼泪。不过当然，老爹回家还没一个月就又宣布了他的下一个目标。这次是北极。为什么是北极？就因为那儿没企鹅。显然他并不在意之前被困的那惨样，也不关心救了他的那群笨企鹅。说真的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一天晚上，老姐来找我，并带来了一个提议。他决定把 Hawkins 基金分给我一半。这应该是他深思后的决定，不过我拒绝了他的提议。我无法让自己把余生都浪费在这个摆满了带有发霉味古董的地方。这样的生活更适合老姐你，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总之，我不想再和老头留下的任何东西产生任何关系了，我最讨厌接受老头的这些破铜烂铁。依我说，老爸收藏的这些宝物并称不上是真正的宝物。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尺度来鉴别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贵，我想你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个，我想没必要一下你们俩都离开吧。抱歉 ，Tina， 不过我相信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老头在这儿的话，你会把这里打理得更好的。好吧，现在我没法反驳你。哈哈哈，甜心，你可以的，照顾好自己，亲爱的。哼，来吧，蜗牛，赶快准备出发吧。别烦我，别弄得像我们要一起离开似的。我要什么时候走，是我自己的事好吗？真是一个调皮的小子。好吧，我先出发了。路上小心，老爸。
你老爸一向都小心谨慎。艾本，你怎么了？混蛋，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的离开的。我已经受够了。这是在 U Camp 戏弄我的回礼。看招。哦，你想再一次挑战我吗？哈哈，让我们看看你的结果会怎样。受死吧。企鹅，你。你怎么在包里？我看看你这个忠实的仆人，或许我该和正鸟一起养老了。住口，不要拿企鹅来说事。即使我最终赢得上风，这些笨企鹅也会出来为你擦屁股。哈哈哈，哦，艾本，你的口气真像老爸。你们俩太像了。我真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是老相互争执。依我看，你们真的应该一起去冒险。哼，绝不，他只会惹怒我的。哈哈，别这么较劲，儿子，路上险鹅也会陪伴我们的，不是吗？那么，我的蠢儿子。嗯？你真的要去寻找宝藏岛了吗？不。现在不。我瞧瞧。我现在也不，儿子。路上小心。你也是，老爸。冒险就这样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你很关注的事的话，都可以告诉我，不管何时何地。只要报酬合适，不管是去哪里，我都会去完成，绝不放弃的。稍等。我想提一个请求。如果这个地方是在热带岛屿，有着美酒、美食、软床和异国美女，并且不会有会冒刺儿出来的墓穴或是冰冷的洞穴，还有这地儿不会冒出大量的蛇、蜘蛛、蝎子和鲨鱼的话，那就太棒了。